接下来我们要来游翻大家六张梵天游起来，游！感谢凯洛斯的三开斗内，说个笑话，梵天是1%，不，你的笑话过时了，现在是2.5%了，好吗？现在已经变成晋升为2.5%会员了，仅此一天。啊，我感谢你让我知道没做就。真的没做哎，就是尴尬一波。哦，新的素材是干嘛？新的素材是指哪一个？到底是有没有跳进的呢？我才可以打他啊，还可以用我们那个无耻梵天连环技，每回合666，好长的技能名字。嗯，没有消水珠。感谢凯洛斯三克努内，好 OK。说个笑话，听说梵天666，好。给你改的机会。可是为什么梵天666是一个笑话？你也不太跟着上现在年轻人的脚步啊！130颗石头没梵天怎么可能？他有保底耶！如果真的没有的话，就抽个保底。终于可以开了，无耻梵天。拜五，真梵天队，对啊，真梵天队。三关，不能消火珠哦，会燃烧。但是他说没有说不能消火珠哎。嘿，血钻，看我的血钻。保底总共175颗，那就再多准备几颗吧，我不然我也没办法。梵天真的很难抽，我到后面才抽到的。啊，每一秒、每回合超长转出时间，下到吃手收。行，这次的有很需要抽吗？你可以看我的第二频道，谢谢佩佩猪的发言。谢谢佩佩猪的来宾发言。不过这次加倍是真的很有感觉了。如果你真的想要这次大奖的话，是可以考虑抽抽。还敢卷舌？卷是错了吧？梵天好长，我就说转出时间，没错，它好长。我正在玩最长的梵天，每回合都很长哎。梵天长起来，看这个时候还可以乱转，乱转一通就是我的时代了。感谢阿浩的解答，让你去看，没问题。黑白居位。哦，他可以解黑白之位，哇、哦，真的有做球到大奖哎！怎么办？这个关卡太佛了，真的大家一定要去抽这次大奖哎！嗯，我们不小心撞到了，撞到风化腐蚀了，是怎样？为什么下面有一个乱码这些东西啊？是不能消碰到吗？还是怎么样？好恐怖！这个地雷。抓到坐球，真是坐球坐起来啊！蓝色底盾，我第一次听到这种称呼，不能消暗珠，对不对？买底盾，旋转成功，
哎，田甲好少。这队叫做有问题就开梵天队好了，还是大家要帮这队取名啊？范伟奇，哎，这个民国前的笑话怎么会从我嘴巴里面说出来呢？我被自己的笑话，没事。哎、欸，这是什么东西啦？我的画面怎么脏脏的？要重开游戏版的染色体一直都在哦。好吧，实测完啦。所以结论就是，如果大家能够抽到五张梵天的话，赶快去抽哦，很好用。嗯。